白天打螺丝，晚上玩反恐，生活美滋滋。我是沈万基，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SK 对战 NYO， 主角是咱们的进攻狙神单反小潘，看到无所不前的狙击风格别具一格。地图是 DOS2， 此时阵型是两 D 三狙响雷死，对方在疯狂挑逗，再次空枪立即扔出四，土匪瞬间起飞，又迅速瞄准 B 洞，不断的穿射 B 洞响起。据爆点就在 B 洞，手枪前压，突然来人甩枪击杀，此时阵型两 B 三一开镜，瞬间甩狙爆头，对方毫无游戏体验。继续架枪瞄中路，突然近点有枪声，此刻爆弹身亡，对方封烟中门，此刻极可能 B 洞转小道，在拴射墙壁同时要小心 B 区的偷袭，架枪预瞄出口，又查看小远有人，狙响没中对方，只落半身，不到一秒，最终击杀。继续穿射土匪，要上平台，道具不断。开镜又再次锁定中门，此刻狗蛋也击毙一人，二狗也不甘落后，建功立业。根据爆点极可能转小道，小潘打算从 B 洞抄起菊花，来到 B 洞查看后花园，先扔出四轰炸，时间用完小跳查看，狙响没中，此时阵型仍然是默认两敌三 A， 对方便聪明直接封印，土匪没有胆量，对局输在气势上。 B 洞人多，快速扔出去，踩着狗剩上狙台，开镜锁定 B 洞，对方在忌惮着小潘的狙击，无从下手，突然封烟逼动，要出通知队友来身亡。老六位架狙瞬间击杀近点，也有人打的空枪，土匪越起小潘盲狙击毙，奶狗也阵亡，上围栏查看狙响没中，不到一秒再盲狙击杀，非常精彩，下期见。